我们讲真的，今天如果铅笔一样是我们二十人，他搞不好还坐在上面，不要坐。徐老师，他进来了。徐老师进来了。哪里哪里？肖老大在踢馆。你要来写本。我来，我就把提出来。帮我锯掉一下。捆那呀，我。还要捆那一块石头。来。一看嘛，这里好一看。对，一看，安尼。哎，我们这个水准应该也有到千里的一半的功力了吧？万里啦，万里啦！今天我们就直接让你登基当会长了。哎，我们这种是简易修法，但是这种修法，我们以前，我们几百年来都是这样修。我们乡下的简易修法一定都是这样子。我弄安尼。不需要买材料。对对，我们都是这样修。没有，没有拿到就地，那是厂商弄的，没有啦，他也是就地取材啦，没有厂商。